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叔，咱们今天继续《吞噬天地二代》的复刻版。啊，那昨天呢，咱们收复了这三个城。啊，天水、南安和安定。啊，现在咱们继续了。啊，自动回血的这个看着真是舒服。这样呢，把姜维应该往上提一提。啊，妹子压阵。哎，这有个渡口。这家伙可是个狠角色啊！当年啊，把诸葛亮都防得没招没招的了。哇，这几位脑残啊！哦吼吼！哈哈，一回合秒了仨呀，太狠了！军令牌，哇，4000多，这是哪儿？陈仓，这里是陈仓啊，陈仓也是有东西可以涨的吧？我记得，在哪里？没武器店啊？啊，杜航书，啊，有把斧子，看看这斧子怎么样啊？攻击力200的斧子啊？咱们的枪是150的，好尴尬。那现在这个阶段其实也不能把那个啊，要打街亭了。看看啊，这个陈仓啊，陈仓有东西，杜航书。彗星枪，哎，彗星枪，给我子龙吧，200，必定暴击。火神甲，朱刃斧，风神盔，雷神盾，哇、哦，雷神盾，风神盔，玄冰甲，哇、哦，火神甲。装备真是不错呀、啊。啊，还有一把彗星枪。天空盔。那么东西这回应该是找齐了吧。啊，咱们是陈仓。哦，往前继续够啊，够够够。哎。这堵上了啊！对，咱们找到杜航书了，可以坐那个小船了。我真是无力吐槽，那你还要个书有什么用啊？直接把它推了不就做了吗？关心这个点，以后升级谁？张辽。啊，接听，这应该是接听啊。哎，大家看啊，这个复刻版的好处就是随时能够存档。曹真，哇！
哎呀，名将啊！哈哈，先怼他。哎呀，不够，差五，咱们先打人吧。五。啊！竟然没烧到，列什么阵？哎，王朗啊，这个王朗被大家熟知啊，就是这个五仙皇骂死王朗啊，就是这个诸葛亮把他骂死了。当然了，这是演义里的这个说法，而且呢，大家落雷斧，落雷斧啊！攻220，我的天！街亭，街亭有没有好东西啊？咱们看看啊，街亭。好像没有，并没有。啊，诸葛亮那玩意儿，连弩啊，弄好了。那我记得当年那个连弩都是交给这个姜维用的。啊，街亭没东西吗？不能吧？真没有。没有算了。咱们加点血啊。哎，多用用这个铜仙丹啊，没什么用。好，咱们存一下。这里啊就是失街亭啊，但是咱们这里现在没有马谡啊。哎，从北面出不去吗？啊，现在从北面出去。撤退。五。徐晃，接着退。司马昭，你的小心眼大伙都知道，哎，他武力真低。司马师，看看司马师啊，司马师武力也不高。我，司马懿亲自出马。撒皇帝啊，真是！撤退。那诸葛亮的东西做好了，听说。哎，诸葛亮在哪儿啊？他在安定吧？啊，对，咱们恐怕要回安定。啊，这里是天水啊，啊，在天水，哎，存一下啊，省着他又把我阵型什么的打乱。哎，为什么？啊，诸葛亮加入。啊，我要姜维啊，我要姜维。欠事。看看诸葛亮的装备啊。哎呀，没什么玉给他啊，就干脆就别装备了。装备了个麒麟角。咱们看看啊，咱们看看这个连续放箭哦，
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。睡一觉啊。那这样安排队伍啊，再战街亭。哎呀，赵云。我给他装备有点问题啊，吸气环铜雀，吸气环，应该把赵云放到第一个啊。应该这样。战国策，哦，这样可以了。这样赵云呢，应该是能多挨点打吧，让他这个气啊长得更快一点。诸葛亮骂他呀，哦，这个连弩放在这里啊。那其实诸葛亮使这个连弩啊，哇，真的好用啊。这如果攻城的时候赵云一个大再加一个连弩，我都不敢想。撤回城寨，哎呀，挺强的嘛！来，来一发，来一发！哈哈哈，太猛了啊！这哥俩，再加上能秒人的吕布。马又长，哦，马谡呗，马谡字又长，穿过斜谷能到哪儿？啊，鲁城。哎，用那个，对。斜谷。啊，这是宝箱。啊，对，这个地方呢，咱们在去汉中之前有一个啊，有一个类似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在日本啊有一个，找圣女之前遇到过一个。那这里还有一个斜谷，风声盔，哇！装备这么差，大蛇，这里竟然有大蛇，蛇胆，蛇胆是加兵力最大值的啊。等最终的阵容确定下来之后，其实咱们就可以用。现在主要是这个关心啊，咱们用谁？
你缺一。哎呀，为这3000块钱跑一趟，不值当。我一会儿看看自己的级别，早点到50级呢，就早点会这个八卦阵。现在还是45，啊，快了，快升级了。不对啊，咱们得用一点那个烟盾技了，把下边的宝箱捡一捡，然后再往前走。啊，蛇胆不少。金仙丹，半月光，哎，半月光，看看啊，85两次，有点低啊。你至少，如果好的话，现在至少应该是100左右。打一仗，咱们就用一次那个烟盾。啊，秒了！哎，升级，46，现在46。这有个计谋包啊！啊，不行了，得从上面绕。啊，那这样走路呢还比较顺当一点啊。真空枪，哎，礼部是真空枪，150的。子龙已经会心了，云怒是破天。那吕布的武器真是烂，好在他呢有秒人的特性，啊，这就出来了，还是比较简单的。高老庄，哈哈。速攻鞋，看看啊，这是神马，神马，哇，速度加30，防御加15，哦，这比一般的马要好啊，对吧？220，姜维和云露的速是满的。啊，赵云呢？现在看来还是算低的啊。云露汗血宝马，姜维换一个先。睡一觉啊。90了，哈，涨价了。啊，银仙石一个，没有茶壶啊！啊，北边就是斜谷的关，啊，这边有个洞，这个洞应该是找什么六甲天书的地方。
太狠了。铁骨。啊，鲁城内有不少军需物资。哦，对，我得先去那个，先去这儿吧，去找那个六甲天书啊。哇，对，这里啊，其实没什么，就是路长。那咱们也多用一点这个烟遁技吧。和曹操决战。啊，我本来以为这个可能两期啊，这个北伐就差不多结束，没想到现在看啊，四五期啊都不一定。6000块钱，金仙丹，烟雾消失了，那继续啊。咱们也需要兼顾照顾一下级别问题啊，所以呢，咱们就打一仗，然后用两次这个烟遁技。哎，我看看，咱们这是二环吧？这是二环吗？那外侧呀，没有，没有宝箱，对吧？外侧没有宝箱，这样咱们需要下去。弯。《吞噬天地二代》的原版呢，我记得 FC 上有过一个修正版啊，就是修正了一些出现比较突兀的武将。然后也修正了一些人物的数值，那个修正版的数值是采用的光荣三国志系列的这个数值啊，所以呢，三国志系列满值呢是100，那这个游戏满值是255啊，所以它有一个比例的换算。那当大家在玩的时候啊，就是那个修正版啊，你就可以怎么说呢？啊，玄武甲。哇，金仙石，那个修正版啊，你用的人物啊，就是选择的余地更为丰富一些，感觉数值上更为合理，有可能你最终的队伍里的人物啊，和你原版的使用的有一两个人是不一样的。咱们这是最外一圈吧，无双护手，无双护手什么鬼？是个饰品，现在看看啊，这儿呢，武力加30，那还是铜雀狠啊，那之后再也没买到过，早知道在新野多买一点。我这是猪啊。哇，加九息生物怪，看看啊，它肯定是个饰品啊，各能力加20啊，那跟铜雀不一样嘛，对吧？那铜雀是一样的啊，对，有谁装着和氏璧来着？我记着。来。加九息，所谓的加九息啊，离皇上也就差一步了。
打游戏嘛，不用太认真哈。呀，又打了两张。这个呢，我大叔真该自己练练级啊，我感觉。啊，级别差的有点多，因为咱们上次啊发现到达那个训练所啊，一下升了十几级啊。好，拿到。那刚才发现那儿还有个宝箱，这个要去拿啊。看看这条路从哪儿下去。应该是从这边，应该是这边啊。有宝箱怎么能不拿呢？哎呀，我都有了这个武器量产啊，我觉得是有待商榷的，因为这个所谓的雌雄双股剑在演义里呢是刘备的武器啊，而且呢光荣系列的游戏里也进行了设定，变成了刘备的专用武器啊，就是别人不可以用两把剑了。最后一个宝箱，你像马云禄这个人物也是这个光荣虚构的。哎呀，我了个，无力吐槽，我跑了这么远的路啊，就为了一个这。哎，子龙有一发了啊，子龙有一发了。曹操啊，武力稍低，那其他数值也都完美啊。我如果有这样的武将，我就用。许褚智力和速度低，这两个护卫都是啊。庞德也一样。来吧，曹操的决战。捅曹操一下，连弩，这个砍庞德，这个砍荀彧，没中，捅弓，哎，八卦阵啊，砍他是一啊，啊对，他防御力高啊，我看是不是这样。防御力150，对，那我150的武器砍不动他啊。啊对，金刚啊，对，他金刚的特性，龙鳞之盾，主
装备啊，龙鳞之盾，我看看啊，传说之盾，防甲85，好高啊！他这个火神甲啊，对比神兵好。诸葛亮喝点东西啊，他这个九张算经啊和这个兵书要略给他装备了。鲁城是个啊，对，他说有军火库哈，咱们茶具。鲁城有什么好东西啊，咱们看看。半月宫，听着好垃圾啊。好，我已经拿了这个，我已经拿了啊，我已经拿了。宝物库。哦，天空盔，孟德新书，我有一本了。好多防具啊，能不能来点武器啊？紫砂刀啊，不错。黑龙枪、倚天剑、屠龙刀、青囊经，又一本青囊。雷神盾、落日弓，哇，落日弓看看啊。雷神落日弓啊，你有可能要把关星啊记下去。黑龙枪。啊，这把彗星枪换给吕布。哟，这什么鬼啊？哈哈，大师傅的那个菜单弹出来了，不管他啊。那后边的人好像就没有了啊。后边人就没有那么好的防具了。啊，毕竟是孔明传，给诸葛亮也来一个，来点。看看这个装备，这个武器啊。倚天剑235的剑，紫砂刀是200的，真空枪啊，落日弓是两次，攻击力100两次，那相当于180左右啊。还不至于换什么，不至于换黄忠，毕竟这把倚天235啊，睡一觉啊。主要恢复一下赵云的枪。该是和曹操决战了吧，应该是。葫芦骨存一下啊。荀彧和庞德，你俩嚣张什么呀？搞不懂啊。我马云头智力200多，好不好？前面有好戏看。
岐山。啊，北边就是葫芦谷了。没关系啊，我拿那个天书啦。哇！哇！斩玉！哦。为什么？哦，幸亏我存了。那这个机制是什么机制啊？游戏结束，我拿了。我明明是拿了那个书了哦。咱们试试用诸葛亮，用诸葛亮。上去砍吧，用诸葛亮，用那个遁甲天书，那个六甲天书试试。上去就团灭了，我觉得应该是用诸葛亮。刚才前面真的有好戏看啊，我一下子就跪了。啊，那个姜维啊，回血。诸葛亮来输。哎。啊，对，幸亏恢复了一下。好，重来。让你们欺负人啊！锅架，这里竟然有锅架，我才看到啊！智力245，那实际上这个时候锅架早都贵了。看来这许褚有非常高的几率不死啊！你们能不能砍一下锅架呀？哈哈，让他活了吧！手动不行啊。龙鳞之盔。OK。哇，房能突破255啊。我以为最高就255呢。
哎，存一下，防止我这个队伍又有人员变动。啊，果然啊，把关心给我弄走了。所以呢，咱们要独挡。啊，把关心的装备撤下来。好，那这样我就没意见了啊。啊，一会儿要还得收一个吧。关锁。啊，到编程所里看看啊，这个关锁怎么样。武力250，统帅智力速度简直就是悲剧啊。看看他装备的什么东西。装备也非常垃圾。那你还是回这个编程所吧。咱们要谁呢？230170。队伍里一共三个枪了，我不能再要马超了。但说实话，马超的这个综合的实力真的是很强。瑞言20155160。哎，黄忠嘞？黄忠可以，来吧。老爷子装备上啊，落日。啊，这装备起来也不错，必定暴击。这个属性啊，250190240也可以。啊，那好，那今天时间啊也差不多，今天呢就先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。游戏呢也基本上快接近尾声了，我估计2期左右也就完成了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